尊敬的师长先生、校长先生、诸位嘉宾、诸位同事、老师们、同学们，大家下午好！非常高兴看到大家一起来参加今天的温馨晚宴。在座的除了许多旧面孔之外，还看到不少新面孔，非常欢迎大家光临。今天是汉学院在兰彼得举行的第二次温馨晚宴，距离第一次已经过了两个月了。汉学院再次开办以来已有半年之久，这半年来，陈蒙校长与学校同仁们的百般照顾，以及小镇居民的温情关怀，让我们感到非常温馨，感觉这里就像自己的家一样。这一次秋季班开学，汉学院新增了25名发心承传汉学的学生，努力将古圣先贤的教诲落实在日常生活中，学习释迦牟尼佛放下贪嗔痴慢疑，学习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，从自身做起，正己化人，让我们感到非常欢喜。威尔斯是一片神圣的土地，有着上帝的垂顾与圣大卫的护佑，生活在这一方土地上的人们纯真善良，热情好客，尤其是兰彼得镇民风比其他地方更加淳朴。我们在这里受到这方天地神圣的加持，又受到大家热诚的照顾，真是非常感谢。今天的温馨晚宴让我想起人世间很重要的事情。我在少年时期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一家人流离失所，逃难的过程当中，我亲眼目睹战争的残酷以及对人类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。于是我经常思考人类如何才能维持和平，避免战争。现在回顾我这91年经历的生命旅程，我发现有两桩事情对于人类和谐与和平非常重要。第一个就是人际之间时常往来，第二个就是弘扬普世的教育。人际往来，人与人之间相处最好能够时常往来，充分的交流，彼此之间有误会时，如果及时沟通，往往能很好的化解。人际之间的误会，最怕的是不往来、不沟通，导致彼此越猜越讹，小误会也能演变成大问题。历史上，许多的冲突与战争，往往就是
如此产生的。1998年，我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，所采取的方法就是不同的宗教徒之间时常往来。一个宗教举办大型活动，其他8个宗教的人都来参加，一方面可以互相观摩，另一方面可以增进友谊。团结宗教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是组团旅游。平时这些宗教领袖都非常忙碌，难得有时间坐下来充分交流。组团旅游就不同了，10来天的时间里，大家从早到晚都在一起，无所不谈，于是大家变成了很好的朋友。我们所用的四摄法，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，作用都是在促进人际的往来与交流。如此，我们以一年的时间，就将新加坡9大宗教的人团结成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从2002年起，我在澳洲图文堡做宗教团结与族群团结的工作，也是以温馨晚宴作为交流的平台，促进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族群之间的往来，逐渐将10几个宗教团结起来了。后来，图文巴宗教代表与社会各界贤达主动提出，希望将图文巴构建成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。从2013年起，图文巴代表团连续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汇报宗教团结与族群团结的成果，获得与会大众的赞叹与肯定。今年3月，教科文组织9个国家的大使到图文堡访问，亲身体验了图文堡和谐工作的成果，深受感动。普世教育，这里的普世教育是指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和圣贤教育。伦理教育教导如何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，道德教育教导人积德行善，树立端正的思想言行；因果教育教导人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因果必然的法则。圣贤教育教导人如何修养自身，让自己提升到圣贤君子的美好境界。今天这个物欲横流，人心迷茫，灾难四起的时代，这4种普世教育显得特别重要。东方的神仙教育和西方的宗教教育都包含这4种普世教育，是解决当今世界种种问题的良方。今天我们跟威尔斯三一圣大卫大学合办汉学院，目的就在振兴神仙教育。我们准备赞助大学
设立和谐布施课程，目的就在振兴宗教教育，振兴这两方面的教育是我毕生的理想，没想到今天在此地都得以逐渐实现，这令我非常欣慰，也是我今天特别感动的原因。在这里要感谢的人事物实在太多了，且让我们将所有的感谢化为祝福，祝福在座的诸位身心安康，光寿无量，祝福威尔斯风调雨顺，人民安乐，祝福世界安定和平，永续大同。谢谢大家。